人家大日子还在那里不爽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俏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没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，要打开小铃铛，叮咚叮咚。OK， 现在是时间的5:33，天还没有亮，我要去做什么东西？就要去做 kick in 的兄弟啦。所以今天是他的结婚，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全部兄弟都要去他那边，然后准备要去迎接我们的 bond 了。我们的是他的 ，OK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先过去那边看他们的情况先。到了，这里是 Grand Hyatt， 今天他晚上摆酒也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上去见他一下，看 Kevin 是不是已经准备到帅帅了，走吧。啊，主角呀 ，Hello， 要死要死啦，跟我一起一样有趣的。龙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 OK 的。古代人就是穿这种长长的嘛，因为里面要收东西，收房东。选择要脱掉里面那一件，因为这样有点热。容易啊！打叉了。可以拿走吗？对，大哥仔啊！一句话我回一下，有点不实话。哈哈哈！照片啊！照片，照片，照片，照片。要去接我们的新娘，而且去撵我们的兄弟车先。老大在啊！你这辈子当兄弟哦，好奇耶！我们都是这样，一直在看你当兄弟。仪式感满满，现在我们要摆我们的兄弟车，然后这个影片我一定要比第一人上。你这是超时烧完。你的五路车，不是绑好吗？五路车也不是啊。你的哦，我的啊，坐先要载你吗？麻烦，坐在五路车。出两个，两辆化妆。这里啊，现在就像硬闯进去啊，我们就不要管他给不给红包，我们就进去。看我进去。多一个出来啊，多一个出来。一、二、三。然后还有一个 video， 来不到，我跟你讲，六岁跟你带把表怎么会错？我不要开车吗？我不要开车，不要开车，然后我红包不挤大风雨的话，他们不够尾，我跟你讲不够尾。我讲叫找姨做姐妹就是自己作死，找姨做姐妹，老公死，老公那一赛死完。尽量不要找他说，哦，发脾气啊，看发脾气，下一集啊，发脾气，发脾气，少玩一个，一点点事情，哦，人家大日子还在那里不爽，好不好？哟，嚯，你那猪太多了，难想啊，就是要丢线的。花出来当我们钱，新郎新娘买楼又买田，好，用两个手一起开，好不好？左手有横财，右手有正财的，好，用两只手一起开。我们新郎哥脚踏步步，哇，好运，好运，好运。
怎样硬？还硬？有时间要给完他们。但是你要接老婆。哎，不要吵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给他们发疯！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没有这样子，没有，没有 check。已经整千块了那边。啊？没有了。你们一个月赚几万块人民币？弟弟啊，我们有敲出来看啊，拿去，没有来，没有来。对，你这边快给我们整家进去哦。我们有敲出来看，说不懂了，不懂时间了。部长啊，不急，我们不急。你敢看了啊？你们急啊？哎呦，这么快点到我，等一下。我赢了，你有啊，他是有资金的。来，水晶球，先我们已经爆了哦。要缴，他钱888，很过分的。没有，我们不要看。没有爆啊！这游戏很简单。我要射进去呐！我要射进去啊！哇哦！准不准备看你啊？哎，哇！要准备去跟海亚，然后就是去南方那边了，走吧。
后悔啊，刚才在那边吃那些了吗？应该留肚子来这里的。你们看一下外面的食物，镜头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后悔。我们第一次去人家婚礼吃到了更多礼，太故意了，不塞吃了，是我们吃，是一吃。然后现在准备进去先，已经八点多了，很尴尬呀我们。哇，上面的水已经太夸张了，能不能到岸了？剩我们不好意思，剩几个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看哦，巧克力。我先坐，先上我家来公司，我是新郎的好兄弟。所以请你们继续把它走完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今天要非常感谢。刚才听过讲什么呢？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你们的支持跟你们的祝福，让这一天变得特别。真心，谢谢大家。